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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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真的，去到哪里呢，都有一般非常非常支持我的粉丝朋友。大家呢，可以看到老师做的一些照片啊，一些小 video 哦，可以看到说大家真的是很用心、很支持我哈。Peggy Wong Polly 太努力，人头回零哟。凯儿晚上好，可以看得出大家真的是对我的节奏运动很支持啊。歌一来，大家就跳。非常棒了，你知道吗？嗨，水花你进来了，那种互动太强了，我们这里跳，他们那边呜呜呜，我真的觉得很感动满满啊，因为我觉得真的是哦，这么多的运动平台，你们选择了我的平台，这么的支持我，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开心哈。Kate Wally Hello， 大家晚上好，进来陪 Irene Gui 帮我分享再分享哈，因为这个是一个健康的运动平台。是一个非常正式的运动平台，所以呢，只要大家有运动的话呢，身体自然而然就会健康，健康当然还可能会健瘦哈，可以塑身成功，变成你的身材很漂亮哈。Vivian Chong 配分担，哈哈 ，Peggy forever， 你这一句放在心上了。Hi Vivian， 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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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记得守着老师的平台 ，OK OK 啊。然后呢，今天呢，我说过我们主题是什么？重温大港的节奏早操。我知道有时老师呢去到啊跟粉丝见面会呢，那个 video 是会跑来跑去的，会跑来跑去的，所以呢就没有办法来一场很正式的一个节奏运动哈，在线的朋友。所以呢，老师呢非常细心哈，今天呢，嗨君呐，老师重温。哪个就是大港的歌曲，可能动作不会完全一样，但是无所谓，你们已经很熟老师，我跳什么你们都没有问题。 Shani On 最重要的是主题，最重要的是可以听回大港那天的早操的歌曲。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我的平台，我的节奏你会接受。我是 Lily Zhu。没有同步的在这里支持我好不好？One team here we go。 因为那天有人讲哦，哎呦老师你去大港放的歌曲很好听，但是呢因为镜头一直跑来跑去没有的办法正式跳，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先重温我们的大港早操。好的，马上进入啊，我要很快速的。我相信哦，你们在家里面也是喜欢挤黑头粉刺的咯。Are you ready？ 继续说爱心，嗯、说分享啊。很多个那种。
奏，你会变成我是霹雳柱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我的最薄情
Oh!
说说我不知道，只要嘿嘿嘿，不要提起名章。Thank you.
骑爽罢了 ，OK， 来啊，这首歌。你快往我放的对。
写歌名啊，知道的写歌名啊。Thank you.
很快。可以得到你们对我这么的厚爱，一直立立住，立立住，我要拍照。
纪念。